你知道怎么那么多人？我本来想说我过来这边人少少的，下车然后拍个照，然后做个纪念。现在怎么下来？口罩没戴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好了，不用停了。OK， 来过了。为什么那么多人？你照一下，你照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原来是要拍这个景观。这里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李子坝，李子坝站，李子坝站，火车穿楼。哎呀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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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本来想说，我过来这边人少少的，下车然后拍个照，然后做个纪念。现在怎么下来？口罩没戴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好了，不用停了。OK， 来过了。